大家注意看，以后家里孩子再想吃肉串了，放假在家你就像我这样做吧。做法简单，还特别好吃。18块钱一斤的羊里脊肉，直接切成大大的小块，然后把羊肉放到啤酒里，浸泡20分钟。因为啤酒里含有的蛋白酶可以软化肉质，会使羊肉更加鲜嫩。不放嫩肉粉，家里孩子吃着更放心。空碗里打上2个本科毕业的笨鸡蛋，小云打散，忙忙碌碌一整天，连教做菜，再剪辑，就做出来这一个视频，真的是太难了。 今天给我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吧，谢谢大家了。浩浩的羊肉放上圆葱丝和香菜段，再加半勺生抽，少许的蚝油，好吃的关键加上半包蒜香椒盐粉，用它去做椒盐排骨、椒盐大虾都非常好吃入味，而且现在都是9.6块，真的很划算。抓匀后腌制20分钟入味，最后把配料挑出来，加上少许的干淀粉、半勺食用油，口感会更加焦香脆爽。锅里油热把羊肉下锅，小火慢慢的去煎炒。 一直把羊肉炒的表面焦香后，撒上一把辣椒面，一把芝麻和孜然，快速的翻炒出香味后，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羊肉外焦里嫩，特别好吃。喜欢您就点个赞，收藏做起来吧。